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186面，第四行，看10号第八。八调御丈夫，静隐疏悦，能善调伏众生，名调御丈夫。或赞曰：自即丈夫，复调丈夫，故佛啊，故号佛为调御丈夫。若居四法，则名丈夫。何等为四？一尽善知识，二能听法，三思为义，四如说修行。我们就看这一段啊。这是如来十个德号里面第八个啊，称调御丈夫。净严疏里面说的比较简略，能善调伏众生。这个调伏是教化，比教化的意思要深啊，教化的成果出现了，也就是所教导的这些众生呢，都能够心服口服啊。这个服是这个意思啊，可见得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佛能做到，化身菩萨也能做到。啊，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呢？这《合赞》里都说清楚了。啊，《合赞》里面讲啊，居四法，用我们现在话说，他居足四个条件，所以他能做到。啊，教育必须要真正调伏众生，教育才算成功。啊，那我们知道，人心本善。佛在《华严经》上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教导我们，信皆行证。啊，对佛陀的教法，首先我们要建立信心。啊，信了之后要求解，啊，要把佛的教诲要搞清楚、搞明白，然后如教修行。啊，修行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调伏我们的妄心。啊，起心动念呐，啊，行这个字是说的行为，行为有善有恶，啊，起心动念呐，有意念呢，指挥我们言语造作。啊，所以修行从哪里修呢？如果说从言行上来修，也算不错了。
那不是根本啊，还是在枝叶上修啊。根本是起心动念，根本修好了，枝叶自然茂盛啊，这肯定的啊，也就是圆满的调伏了。啊，实在讲，在大乘法里头说，起心动念也是烦恼啊。啊，这一类的烦恼啊，叫根本无明。这个名词很有意思。啊，顾名思义也。啊，无明。明是明了，无明呢？现在不明了了。啊，对什么不明了呢？对自己不明了。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尤其是大乘佛法的教学，它叫什么？啊，终极的目的目标啊，就是明了自己，这个教学就圆满了。啊，自己是什么？几个人能认识？几个人能说得出来？啊，别说我们凡夫说不出来，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呢？不明了吗？用佛法的术语说，无明破了，你就明了了。啊，无明破了是什么人呢？成佛了。佛门常说，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是真的明了了。啊，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情了，啊，完全搞清楚了。在《华严经》里，那是圆教，初住菩萨以上，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啊。那就是圆满的调伏了。谁调伏他的？如来教他的。啊，所以如来称丈夫啊，啊，大丈夫啊，自己称丈夫，又能调伏丈夫。啊，这个丈夫是指十法界啊，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吗？这个丈夫是佛的别名啊，是因为他迷失了自信，迷而不觉。那么他自信有没有失掉？并没有失掉啊，诸位记住，迷失，迷了好比失掉了，并不是真的失掉。只要他觉悟，他就认识了啊，所以迷失不是真实啊。楞严经上讲的，言若大多，迷头认眼。这就是说明什么叫迷失啊，迷失掉，自己不知道啊。我讲这一小段经文，我用现代
比喻容易懂。啊，我们做学生的时代，啊，念小学、念中学，就有军训课程。啊，为什么呢？跟日本人打仗嘛。那八年抗战期间，啊，小学五六年级叫高年级的同学要受军训了，接受军训了。啊，接受军训呢，教官常常举行啊紧急集合。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学生抗战期间非常辛苦，啊，日本人到处轰炸。啊，小学我只记得四年级开始就住学校了，啊，学校都迁到乡下，啊，不敢在城市，啊，学生都住在学校里，跟老师共同在一起过生活，是好，啊，老师真的便于管教。啊，住在学校里，真的师生如父子啊，同学像兄弟姐妹一样。啊，学校是个大家庭。啊，紧急集合规定是小学生嘛，五分钟。啊，五分钟起床的时候，早晨起床，啊，那是。教官哨子一吹，啊，服装整齐，到操场去集合。常常就发现有人慌慌张张问同学们：“啊，那帽子找不到了，那没戴帽子不可以啊！”啊，到问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帽子？”同学就指着他：“你的帽子不是戴在头上吗？”啊，头上一摸，真的是戴在头上，但帽子没丢，没有丢，迷了，自己以为丢了，到处找找不到，嗯，这就是眼若大陀，弥陀任引，啊，同样的情形，所以叫迷失，没失掉，你迷了不知道，就等于失掉了，啊，六道十法界。都不是这个情形啊，六道到处找啊，找不到啊。哎，十法界虽然不找了，知道，知道有，得不到享受。啊，为什么呢？他知道有，是佛告诉他有，他没有感觉到他真有。哎，为什么？自性里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能，无量的相好，他没有得到受用啊！诸位要知道啊，设法界里面的佛没有开悟啊，这个开悟啊，都是佛门常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设法界的佛菩萨都没有。啊，他的悟是解悟。啊，我们今天经念多了，看多了，啊，是常识熏修嘛，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虽然没有契入境界，听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呀。明白这个事情，啊，不疑惑了，也能肯定的，自己没得受用，啊，没得受用是，我们行的功夫不得了，啊，你看信解下头是行，行不得了，行要得了呢，那就会开悟。行是什么？
84,000法门，行的总枢纽，给诸说就是定，就是禅定。啊，佛门，十方三世，一切行人，这个行叫修行人，佛弟子，修行正果，没有一个是离开戒定慧三学。啊，疏获了戒定慧，充其量你只得一个解悟，解没有行，很多观念呢，往往是你体会错误了。啊，为什么呢？这些错误，因为你没有通过修行。通过修行，你就明白了。啊，所以说，开经即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个愿好啊。啊，没有认真修行的，也就是说，疏忽了戒定，绝大多数是悟解如来真实义，去解如来真实义，错解了如来真实义，太多太多了。啊，那么这一类的人，啊，看起来好像是修行人，啊，修菩萨道啊，修佛道啊，啊，可是最后都到三途去了。啊，我们看到慈云灌顶法师讲念佛法门，啊，100种不同的果报。啊，第一种就是阿鼻地狱。自以为是不行。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的最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老人说佛菩萨祖师大德，你看看，你细心去观察，没有一个不讲究戒定慧，讲究戒定慧，可见的他很认真的学习戒定慧。佛法的戒，啊，根本戒舍善业道啊，我们再看，通常在家居士受的五戒，杀盗淫妄，出家的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一开端也是杀盗淫妄，杀盗淫妄从十善开始，到菩萨戒，菩萨到等觉菩萨，都要遵守。
从凡夫初学到等觉，这还得了吗？这个时间很长，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太长了。他持戒的那个功德了，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呢。我们只大概人天这个能够理解，能够想象得到。像化身菩萨他们那个持戒的功德，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能够感化诸天，能够感化四圣法界，等觉菩萨能够感化十地菩萨，上面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我们要跟他学，条条戒，到明心见性才算圆满，没有到见性，没有圆满的。要打分数的话，不够100分呢，总是欠几分呢。到明心见性满分就100分了，等觉菩萨99分。差一分，十地菩萨差2分，九地菩萨差3分。我这个说法就是诸位有个概念。不可以轻视，你有这个概念，你才晓得此地调御的意思，调伏。我们才知道在这上真正用功努力，知道自己不够，差太远了。我们讲到不起心不动念，是不起心不动念，那真了不起了。那什么地位？初住菩萨了。初住往上面去还有41个阶级，初住就不起心不动念了。所以这是极其微细的叫细心。你看看菩萨84000细心。84000从哪来的？全从十善业道来的。十善业道是根呐，那我们不行不修怎么行呢？十善业道为什么修不好？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这问题太大了。在家学佛，十善业道没修好；出家学佛，沙弥律仪没学好，那什么？那假的，不是真的。世间法里头作假都不能成就，何况佛法？佛法纯真无妄啊！第一个就给你讲真诚。十善业道修不好，也不能怪人，没人教嘛。现在佛门里头谁教十善业道？在台湾还有一些法师偶尔讲讲十善业道经，就讲讲而已啊，没去做啊。听的人不会去做，讲的人自己也没做。你说这怎么行？
啊，我们也在这个世界走过很多地方，看得多了，也就想得多了，如何来挽救？啊，所以就想到啊，古人用儒道来帮助十善业道，啊，让十善业道啊扎根。我们这才想到儒家的《弟子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啊，才找到儒释道的三个根呐、啊。要从这修起啊，要真干呐、啊！啊，你真干，你学佛的根基深厚，啊，这在佛门术语叫善根深厚。你不真干，你没善根呢、啊。啊，没善根，所以你对于佛法的信古德所谓的露水道心，这你心不坚固啊，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道心就没有了。啊，没有心，哪来的愿？因此，没有办法抗拒这个社会上种种的诱惑。啊，内扶不住烦恼，外面无法抵御诱惑，徒有学佛之名，没有学佛的实质啊！这是佛法衰的原因。啊，佛法现在衰到极处了。啊，妙有。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常说：“有妙无道，不能行教。”啊，要让佛教复兴起来，做不到。佛教兴旺起来要忍呐、啊，真正修戒定慧的人能信佛教，离开戒定慧研究经教的人他不能够信教。为什么呢？他能够讲，能够教，能够著书立说调御两个字做不到啊，道理在此地啊，得真干啊，发心真干的人不多，很少见啊。可是我们中国13亿人口，找个300、500真干的人，我相信不难啊，这么多人口里面去找啊，找真正发大心，真正把我放下的啊，我学佛啊，有这个缘分亲近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教我非常简单，看破放下啊，看破什么？看清楚了，看明白了
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真相是什么？佛常说，我们自己也会说，会说没用。佛给我们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的这个虚妄怎么样？认真啊，没有觉得它是虚妄啊，比一般人更认真啊，这就没法子了。你没有看破，所以你放不下。这老师告诉我的，为什么放不下？他没看破。为什么没有看破？因为他放不下。麻烦就在此地啊，头也关了。佛法修学的秘诀就这四个字。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好像我们现在爬楼梯一样，得一阶往上走，你才能走得到啊！最难的是第一步啊！第一步提上去了，以后就容易了。那我们现在这个第一步有没有达到？没有。为什么？第一步达到的时候，在小乘你就是须陀洹了，大乘你是初信位的菩萨。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实信是小学，初信是小学一年级，你是真正的佛弟子啊！在这个位置上，在佛家的名词间呢，你是小圣，小圣里头的小圣，实信是小圣吗？你是实性里是最低的粗性，小小圣，小小圣都了不起，他不是凡夫啊？为什么呢？他真的看到了就真看破了，知道这个世间一切境界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真看破了，所以不再执着身生活。你看，小小身无苦了，这几个人能做到啊？无苦就不会跟人对立了。身见放下了，边见放下了，边见就是对立的概念，与一切人事物都没有对立了。小小圣能做到啊！成见放下了，成见什么？自以为是，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善的还是恶的，是邪的还是正的，不管这些，不再坚持了。凡夫坚持坚持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初心菩萨把这种坚持放下了。这一方向能什么？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才能做到啊！为什么能放下？假的不是真的呀！
啊，善善等于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我也等于零。换一句话说，我们用这个大家好懂，通通归零了。啊，初心为的菩萨，所以一切不正的这些观念都没有了。这是初心为菩萨，所以他虽然没有出六道，啊，六道要见思烦恼，要断尽，他没有，他只是见烦恼断了。四烦恼没断，一品都没断，决定不堕三恶道。所以他就等于拿到保证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证阿罗汉果。啊，我们要把它跟小乘来相比，很清楚。初果等于初心，二心呢？二果相，三性呢是二果。啊，四性位呢？三果相。五性为三果，六性为三果相，七性阿罗汉四果，啊，八性辟支佛，九性菩萨，十性是佛，啊，这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再往上去就明心见性了。啊，再往上讲，无明破了，啊，也就是说，六根在六尘境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妄心放下了，起心动念是阿赖耶，不起心、不动念，阿赖耶就转了。转成大圆净智了，一转阿赖耶一转，就是明心见性，啊，那就是初住菩萨了。禅宗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讲大开圆解，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同样境界，是一回事情。啊，那就成佛了。啊，十法界没有了。那个时候他所现的这个境界是什么？十宝庄严土。啊，给诸位说，处处都是十宝庄严土。一现一切现，绝不是说啊，这个地方是十宝土，那个地方是不是的？它一现一切现。啊，那么众生有感他就应，这六道众生感他就到六道应啊，那是不是他又到六道轮回来了？不是，他还是十宝庄严土啊，所以他知道六道也是十宝土啊，三土还是十宝土，妙极了。哎，他住十宝土，可是有六道业的他看是六道，有三途业的他看是三途，幻象啊，不是真的 啊还原观上给我们讲啊，畜生无尽啊，啊，谁是谁什么畜生呢？谁自己念头畜生，
所以你要懂得事实真相，你能怪人吗？你怪人是造罪业啊，都是自作自受啊，与谁都不相干啊，与诸佛菩萨不相干，与上帝不相干，与神不相干，与阎罗王也不相干啊，一切境界都是自己意念变现的啊。所以佛给我们讲修行的过程次第，那变现境界不一样啊。畜生无尽这一句话把我们唤醒了啊，你看这个念头多重要，决定不能有妄念，念念要跟心得相应啊。心得是什么？智慧、道德、伦理、因果，这是心得了啊。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心得啊。佛给我们讲的十善、五戒、六波罗蜜、普贤十愿，行的啊，只要你一回头，起心动念跟行的肯定相应。这个起心动念是自然性，化而入世，有没有自己的概念？没有，好像是自然的。啊，怎么发生的呢？众生的感，自己的因。众生感有心，也有无心，无心也能感，敏感。啊，佛菩萨因，不管是显应是明应，都没有起心动念。法而入世啊，这法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法称之为微妙法。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学了之后得干，这才行。就是说，一定落在日常生活，哎，它就起作用了。这个作用会带给你法喜充满。啊，无论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迎刃而解，不要去思索。啊，这是什么呢？清净心起作用。一般人做不到，为什么呢？他那个杂念太多了，他心不清净。啊，他要想思考，问题现前，他要思考。啊，思考里面就发产生很多错误。啊，这就是啊，知识。啊，我们常讲知识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呢？知识是妄想。智慧能解决问题。智慧里头没有妄想。啊，清净心就生智慧。所以我们学东西也很麻烦。学东西是你要不知道一个学习的要领，不知道学习的秘诀，就会变成知识。这秘诀是什么？马明菩萨教我们啊，我们看书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名词术语。这个实在讲的时候是应该的啊。可是最重要的是第三句，啊，第三句啊，
你的印象落在阿赖耶，这个麻烦了。啊，这就变成什么？变成了所知障啊。心缘相啊。啊，你看，你有心缘相，你的清净心没有了。啊，你要知道，执着言说跟名字，心被污染；名相心也被污染，染得不深。最严重的这个染污，就是意识、心缘相。你的心攀缘这个相，也就是我自己懂得什么想法，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这经没有意思，你怎么会有意思呢？佛是从没有意思说出来的，你怎么念了会有意思呢？那个意思不是佛的意思，是你的意思。这是佛法最难的地方啊！不能用心缘相啊！那我们要不要天天看？要，我们天天看经，天天读经，啊，天天听听讲经，会不会呢？关系在这个会，会的时候，我在这里是修禅定啊，修清净心呐。啊，修什么？修不着相啊！啊，听经不执着言说相，啊，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缘相，我在那听经，这样听怎么？这样听智慧现前了。啊，佛的经，佛的这个言语，把我们自信里般若智慧呀，把它引出来了。如果我们一着相呢，智慧就发生障碍了。这种障碍叫所知障。啊，贪嗔痴慢那是烦恼障，叫二障啊。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十九岁出去参学，学了十二年，最后怎么样？彻底放下，他才能入定，他才能大彻大悟。这个用意很深呐、啊，啊，所以东西要不要学？要学，要会学，要在学习里面去。东方人讲，佛法讲，以后儒跟道都讲，悟性。在学习里头，怎样把悟性启发出来？这一闻千悟啊，闻已知始。那是智慧，那个才管用啊！啊，所以教学，古时人教学跟现在教学完全不一样。现在人教学机械的，啊，全着了相。古时候高明的老师的时候，他反对，他不会用这方法。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十年，老师不准写笔记。啊，我听经，我的座位是坐在第一排，是跟他两个面对面，这是他安排的。啊，叫我专心听。他说听了好东西写下来怕忘记，用不着，你自信里得有。啊，在听经里面修清净心，你看经教跟我们印下去，啊，你自信里头有经，
无量寿经，你自信里头有无量寿经，跟无量寿佛无二无别。啊，你相不相信经上所说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如果你也相信了，你就不必执着了嘛，你就真放下，放下，哎呦，智慧现前了。啊，不放下呢，知识，你所记的是全知识，知识有限的。你那个藏书的地方不大了，会装满了。智慧是无尽的，装不满的。而且不是外面来的，是你自信里头有的。这个重要。啊，所以怎样让我们这个自信的能智慧能透出来，那你就一定一戒啊得定，因定开慧，你在走这个路子啊。读经是不是修行？是的。你的慧听经是不是修行？是的。完全在你会不会啊。会的人什么？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不会的人着相。会的人少啊，不会的人多。啊，我们要慢慢的练呢。啊，从什么地方练？就是从放下。认真学习又不着相，这就如法。啊，如果你真的，我一切放下，我也不学了，你一事无成。为什么？你不是真的放下。真放下就开悟了，那怎么不是真凶？我是真放下了，你放下没放下？你心里还有一个，我什么都放下了，这还没放下，这个放下你才能开悟啊！啊，你还是有啊！啊，四空天人。那就是这一类的，我什么都放下了，万法皆空，空了。结果怎么样？他的果报，四空天里面无想天，他什么都不想了吗？他在哪里头？那为什么出不去呢？因为他有无想，那个没放下。我什么都不想嘛，你看这一念没放下，这一念呢，就变成了无想天。哎，他就受这个果报啊，无想也得放下啊，才干净啊。这很难的，太难太难了啊。大乘法里面讲，两边不离，中道不存呢。两边不离就是中道，你执着中道了，你还是没放下啊。所以凡夫不是执着有，就是执着空，两边不着，又执着跑出一个中道，总是放不下。啊，放下是真正得大自在啊，真正活活泼泼，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所以从这一点也能够体会我有没有障碍了。有障碍，有障碍就想想，没放下。真放下，哪来的障碍呢？啊，所以由此可知，戒定慧是多么重要。啊，我们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成就自己。啊，佛如此，自己丈夫，自己能调御自己，才能帮助别人呢。
调是对心讲的，起心动念是对这个讲的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能够调，欲是从行为上讲的啊，言语动作你能控制了，你不会受外头影响了。那么底下讲呢，这是居四种法啊，若居四法则名常丈夫。这个四法第一个尽善知识，这非常重要啊，亲近善知识啊。那我们今天善知识在哪里？其实一切法都是善知识，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一法不是善知识 啊。问题，只要你有善，你才会知识啊。你自己没有这个善字，你就没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我们还是凡夫，回到凡夫位上啊。《弟子规》里面讲的，教我们亲近仁者，这是佛法讲的善知识啊。仁慈的人，有德行的人，有学问的人，亲近他们啊，向他们学习。那在现前这个环境，善知识找不到了，怎么办？过去善知识的著作留在世间，我们找这个就行了。啊，可是我们初学，初学要找一个善知识，不能找太多，太多了麻烦就来了，会把我们搞乱。找一个人，从前李老师叫我啊，最初啊，他是叫我跟他，给我三个条件啊，我到台中去看他老人家，说明我很想跟他学啊，做他的学生。他给我开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佛了，学了几年了啊，我好像26岁学佛的，我亲近他的时候是31岁，7年了，30岁，跟着30岁。他说：“你以前所学的，无论跟什么人学的，啊，包括跟方老师、跟张家大师，我不承认。”啊，老师告诉我他不承认。你到我这儿来可以，一切从头学起。那以前不算了。这第一条。啊，第二条呢？你到我这个地方来，只能听我一个人的。啊，讲经教学只听一个老师。其他任何无论是出家在家大德，他们讲东西你不能去听啊，不允许。第二条，
第三条，从今天起，你所看的文字，不管是经书还是一般书学，没有得到我同意，你不可以看。我听到这个话，这个老师太跋扈了，好像是目中无人呢。为什么这样限制得这么严？不让你听，等于是把你耳朵塞住了；不让你看，你眼睛蒙住了，专听他一个人的。我当时听了这个话，大概沉默了5分钟，我接受了。我想了一下的时候，接受了。这才收住学生。然后老师就告诉我，我这个条件不是无限期的，5年。5年当中要遵守，不是无限期的，5年。这接受之后啊，大概到3个月。就有效果出来了，头脑比较清楚。那为什么呢？3个月不乱看东西了，心定了嘛，只跟一个老师。大概是10年之后啊，我才晓得，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讲的师承。老师看中你这个学生，想教你。你要是到处去听，他没办法教你，你乱了。到处乱看也不行。毕竟我们年岁大了，我跟他的时候是30岁了，我跟方东北先生是26岁。年岁，所以这么限制。半年之后，那效果就非常殊胜了，心地清净。好像有一点智慧。听东西能听得懂，看东西能看得明白。5年下来之后，我跟老师讲，我说老师，你这个办法的时候，我还继续延长5年，他笑了一笑。我守他这个办法10年。这是什么？其实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那你对老师没信心就不行啊，你就跑掉了。以后我一反省，过去方老师也是这个意思，没说出来。你看，我本来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他不让我去。他给我讲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住在60年前啊。他说你到学校去听课会大失所望。乐意教我，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他给我讲2个小时一堂课。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上，我们就一对一，我们的课程是这么学的。我们对他一点瓜葛没有，不认识啊！我是慕名写封信，自己介绍自己。见面的时候，谈到最后结论就是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到他家上课。以后认识张家大师，张家大师非常关心，非常慈悲。
也是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如果偷懒没去的话，他就叫他的副官打电话，问我怎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这一问就不好意思不去了，老师太关心了。所以李老师是说出来了，他们两个没说出来。这清净善知识，李老师在教学当中告诉我，他说他很谦虚啊，我只能教你五年，这五年之后怎么办？我介绍一个老师给你，谁呀？他的老师，印光大师。因为他是不在了，老人家的著作在。他给我四本书，那个时候台湾只有这一套《印光大师文钞》，正篇上下两册，续篇上下两册，四册。给我，叫我，你去看，你去读，依教奉行，你就是印光法师的弟子。告诉我，这是当代一位大善知识。他的净土是跟印光大师学的。所以我们这个师承是从印光大师。那么现在印光大师的全集出来了，现在精装好像是七本，清净善知识重要啊。第二个能听法，这一句好像是简单，其实不简单。真能听法吗？我们现在才看到一个例子，刘素云，他能听法。你看看，一部《无量寿经》，他专听一部，不听第二部。每一天一个光碟，一个光碟一个小时，把这一个光碟重复听十遍。就是每一天他听经十小时，十小时是同一个光碟十遍，真叫长时熏修啊！那我那一年是在新加坡讲的《无量寿经》，时间是好像是98年，好像是的，一个月讲圆满。每一天两个小时，一个月讲圆满，60个小时，很快流通到中国大陆了。60天一部经听圆满了，都是每一个小时听10个小时，听完之后从头再听，还是每一天一篇10个小时，听10年。这叫能听法了。这10年，我们不晓得他的功夫，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到清净心有了，清净心生智慧呀。所以我在光碟听他这个解答问题，听众30-40人跟他提问，2-3个小时的时间解答，讲得很圆满，那是智慧呀！智慧辩才，那不是容易事情啊！
啊，这个听经要这样听法。啊，读经跟这是一个意思。啊，读经等于说听古人的，古人讲的，在书本。啊，听出味道出来了，欲罢不能。啊，法味嘛，古人所说的，是味哪有法味浓呢？啊，你这个你一接触，无论是听无论是看，欢喜心现前，他就欲罢不能。啊，胡晓林给我们做报告，他说他现在每天在读经12个小时，忘掉了，连吃饭喝水上洗手间都忘掉了，专注法喜充满了。啊，他告诉我们，他每天是早晨8点半开始到晚上8点半，12个小时。啊，第一句做到了。啊，那上一句也做到了，两句啊。啊，思为意。啊，这个思维不是心原相，啊，一听意思就明白了，一看就懂得了，这叫思维意。啊，幕后一句话很重要，如说修行，你把你所懂得的明白了，都落实在生活上，你的生活幸福美满；落实在工作上，你的工作愉快轻松顺利。啊，落实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你肯定不知不觉已经落实沉静谦和。真的美满幸福的人生呢、啊。啊，世间如的法都能得到。啊，不知不觉你所表现的，啊，就是说你把这个圣贤这些德目啊，通通都表现出来了，都做到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长时间的熏修啊，就成功了。这叫丈夫，这是丈夫的标准。又会疏曰：“为居大丈夫利用。”啊，大丈夫是化身菩萨，啊，也就是中国人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在儒家讲圣人，丈夫贤人，加上个大圣人，在佛法里面，加上个大是佛陀，没有这个大菩萨，大丈夫的利用，利。舍利，是无所谓也。而说种种诸法，
调伏治愈一切众生，令利苟然得大涅槃。他有这个能力这有个调，有个愈。他给你讲经说法，说的这些道理，你听了之后能信能解，法喜充满了这是他的教学。明了之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自然就不会违背心得。这是欲，就是你能够控制，你能够驾驭你自己，这不是说别人驾驭我们自己行为不会超越规范。要是用还原观上的四德来说，调就是随缘妙用欲呢，那就是做一切众生的典型行为实则或者是行为示范都能给世间人做好榜样。这个世间是十法界，不但是六道还给四圣法界做好榜样这是佛陀教学的利用这里面的一切众生只是法界令利苟然这两个字，烦恼的代名词苟是烦恼障，然是所知障。你知道东西太多了，造成障碍。这种东西嘛，现在讲的知识，你看看佛法里所说的，转识成智。凡夫呢，是变智为实，智变成实了，就是凡夫；色归缘成为智慧了，这就开悟了。六道里头，确确实实。智慧呀，全变成了知识变成烦恼佛法里面讲转烦恼成菩提可见的烦恼跟智慧是一不是二，就是迷悟不同。觉悟了，烦恼就是智慧；迷了，智慧就变成烦恼。迷的时候，智慧变成知识，觉悟的时候，知识就变成智慧，不一样，迷悟不同这是要佛菩萨帮助我们觉悟烦恼障没有了，所知障没有了，你就得大涅槃了这个大涅槃就是真如自性，你就回归自性。在净土讲说，你回归常寂光了，
这是什么地位呢？妙觉位，在等觉之上。啊，回归常寂光了，你功德就圆满了。下面这有个提问，这提问问得很好。后问：女人等以应化以应化度啊，何以独表丈夫？那你们丈夫是男人男子啊，哦，男子佛都这样照顾他，都要度他，女人怎么办呢？这下面就说出来了。丈夫包括女人在内，啊，要懂得这个意思，啊，《大智度论》里头说，啊，你看《智度论》大悦，若说丈夫啊，二根，这二根就是男女，啊，男根、女根，五根。啊，天眼是天然的、自然的。啊，我们现在讲的时候了，先天的缺陷。啊，皆女、女众，通通含摄在其中，故说丈夫啊。所以佛经里面这个丈夫是包括女众。连五根都包括在里头啊，这个才圆满呢。啊，该为名为丈夫啊，则可开设妇女五根及二根等人。这一句是黄念老注解的。啊，就是《大智度论》里面的意思。啊，我们这就不会误会了。这佛法里是真平等呐！啊，佛法里头绝对没有重男轻女。啊，那我们看到女众，啊，在戒经里面好像不平等。啊，戒经里排班，说咱们是凡夫，男众一定在前面，女众在男众后面。啊，比丘戒250条，啊，比丘尼戒300多条，为什么多那么多？这个是就事论事。啊，什么原因呢？一般的女众情执比较深，所以佛对他们的教的时候就比较严格。啊，这四相上啊，理上没有差别。啊，四相上也是一般，也有特殊接触的。啊，女众。啊，智慧德能都在男众之上，所以看《法华经》，农女8岁成佛。啊，不但是女众，出生里头的女众，一般菩萨都比不上啊，也有戒除的，所以这些道理一定要懂。佛法真正是平等法。没有对立啊，没有对立才真平等嘛。你看，从实性、粗性这个对立的念头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才晓得，佛教化众生呢，在用的是方便法，
善巧方便，啊，帮助我们断除无始劫来些习气、烦恼习气，啊，要用这些方法，啊，烦恼习气没有了，这法就用不上了，啊，用不上，哎。这佛门还这么重视啊，用不上了还这么重视，这为什么呢？为表法让初学的人看啊。如果我们把这些人都废弃了，那初学的人，那我们何必学他呢？用意在此地，这常常想到啊，许许多多初学的人要给他做榜样啊，是做样子给他看的。啊，那么做这些样子，自己有没有不变的地方？没有。为什么？自己完全空了，哪有不变的？所以做而无作，无作而作，自然的了，变成自然的了。啊，没有造作的痕迹，你都找不到。这是菩萨的德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九，天人师。九。净言素月能以正法净调天人，名天人师。会素月，所有天上人间魔王外道十凡天龙，悉皆归命依教奉行，俱作弟子，故号天人师。啊，那么这个的号，它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六道里面的天人。啊，因为在一切众生当中，特别是人道，你看，菩萨示现成佛都在人道。没有在天道，这个表法有很深刻的意义。佛门常说富贵学道难啊，你看这个世间富贵人，你请他来学佛，你叫他去烧头香他行，他很愿意干这个，你叫他到这听两个钟点经，那是要他的命了，他坐不住啊。那为什么？想乐想惯了啊，他这一生呢乐多苦少啊。你叫他要出力求生极乐世界，我真的比极乐世界还快乐啊，他生不起这个念头。所以富贵学道难啊，八难里头富贵是一条啊，对他困难了 啊贫穷学道难，贫穷人三餐饭都吃不到，你叫他来听经，他哪有这个心呢？啊，他去找他生活去了。所以学佛最适合的叫小康之家啊，不很富贵也能吃得饱啊，这种人很适合。他什么？他知道苦啊，苦乐他很清楚很了解，那佛讲利苦得乐，很能中他的胸怀，他就来了。
六道情形，一佛如是，天上佛报大。啊，所以天人学道就难。啊，真的不容易。啊，特别是讲净土，很难接受。啊，三恶道苦啊。佛做三恶道不容易啊。啊，佛讲得很清楚。三恶道里面度的众生是哪些众生呢？在人间都学佛学得很有基础，没有一教奉行，度到三恶道去了。所以他阿赖耶识里头有佛法的种子啊，换一句话，有善根，有这个根基，佛才好度他。如果没有很深厚的基础，三恶道的人没法子度脱。那怎么样？只有他受报啊！实际上，三恶道啊，就像监狱一样啊！你犯了过失了，判了刑了啊，在是要关多少年？到刑期满了，你就出来了。三恶道也是如此，你造作的罪业，你得到就受报。啊，受完他有限期的，啊，有期限的，啊，受报完了之后呢，你又到人道来了，啊，有一些善根深厚的到人道来又闻到佛法了，慢慢一步一步向上提升的，但是有善根很深厚的，啊，神很深厚，为什么会堕恶道呢？也就是敌不过内，敌不过烦恼习气，外面呢受不了诱惑，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很容易破戒，很容易犯罪啊，展开戒禁，你看通通都是堕三恶道的，这就去了啊。可是他在世间真正修行闻法的时间很长，这个基础很厚。佛菩萨在恶鬼道、在地狱道、畜生道都能度他。啊，所以说，恶道里头得度的众生，啊，都是在人道里修的很好的基础。啊，那么人间学佛，不是白学啊！偶尔做错事情，堕三恶道，菩萨还是照顾他。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真正慈悲也啊！所以佛称为天人师啊，《净严疏》里都说，能以正法净熏天人，净是究竟。啊，来教训天人，啊，明天人师，啊，这个名号是从这来的，啊，《会疏》里面讲得清楚，讲得详细，啊，所有天上人间，啊，佛在天上度化众生。只讲到色界天，没有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天叫长寿天，八难之一。啊，八难佛没办法度他的，啊，他不接受。四空天呐。他那个里头没有在乎我，啊，为什么呢？没有身体，也没有居住的房屋。我们用一般世间人的说法，灵界就是灵魂这一界，嗯，
它也有高低，也有四个层次，临界。完全是修的定功。不要身体，不要这个色，就是物质这个东西也开不要。没有任何累赘寿命很长啊。佛能教化的四禅以下。四禅十八层天。加上欲界六层天。24层。这个里面有佛菩萨。菩萨能够示现菩萨身，示现诸天的身份，教化天人。应以什么身得度，佛就现什么样的身。佛没有起心动念，怎么现的呢？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喜欢什么身，想什么样的人来度他，他就现什么身去度他。感应道交。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想佛菩萨，佛菩萨来不来？来。在哪里？你想他的时候，他就在你面前。为什么见不到？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了，障碍住了。不是他没有来，他来了，见不到。他见到我们，我们没见到他。我们的愿求，希望佛菩萨保佑，他真的加持你。可是我们如果要造作恶业，他也无可奈何。那就说帮不上嘛。到什么时候能帮上呢？你的业障消了，我们所吸取的感应就现前了。这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他给我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讲这种事情，真的。绝不是假的。那么我们有很多想求的时候都没有感应，没求到啊。老师说不是求不到，是你有业障。怎么？业障忏除，你所需求的都出现了。在佛法叫时节因缘，这个时节因缘是自己决定的，自己造成的，不是问题不在外，真的应了古人的一句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全是自作自受啊。如果我们怨天尤人，说佛菩萨不灵，祖宗没有保佑，那是造罪业。祖宗哪有不爱后代的？没有这个道理啊。佛菩萨哪有不慈悲的？自己造的业障啊。人家加持力量加不上啊，你业障抗拒啊。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求又不得，那我们就要反省。我们就要修忏悔，业障忏除，你所求的就满愿了，要真正忏除，不是在佛菩萨面前跪着磕头烧香祷告了，那忏除不管用，从哪里忏除呢？从自己心地上忏除。
啊，怎么个忏罚呢？这是张家大师教的，叫后不再造，那叫真忏悔。啊，真的忏悔了，这明天一毛病，老毛病又起来，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不会有感应的。真正觉悟了，真正回过头来了，这问题才真解决。啊，那我们也想一想，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性德的地方太多了。啊，我们细心想想，啊，拿中国传统的标准，孝有没有做到？好像是做到了，其实与标准相差距离太远了。啊，跟圣人比比，啊，尧舜禹汤，我们这孝悌跟他比行吗？我们的忠信跟他比，我们的仁爱跟他比，这也比不像啊，差太远了。这才晓得自己为什么没有感应。啊，拿佛法，佛法的标准是十善业道。啊，我们总以为我们自己十善业道做得不错了。哎，不杀生我们做到了，不杀生向上提升一级是什么？爱护众生，这个我们没做到啊，这是包括在不杀生这一条界里头的。啊，爱护众生，照顾众生，成就一切众生，全在这条里头。所以这一条一展开，八万细行。表面上看着，一看到细行里头，那我们就晓得差远了。怎么能跟菩萨比？不但比不上菩萨，比不上阿罗汉，比不上天人，比不上我们世间的圣贤，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啊，所以我们没办法，自己没做好啊，怎么能叫别人？叫别人也不听。啊，没有办法，调御两个字是教学的标准。啊，要让受教的人心服口服。啊，真正佩服你。啊，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当年亲近善知识那一种心态，哎，再看看现在我们教别人，人家有没有这样心态？找不到啊，太少了啊。那怎么办呢？自己要提高警觉，要把自己不断向上提升。自己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会不会有学生来？会有。啊，真正好学、有善根的人，他自然就遇到了。啊，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种愿，佛菩萨在面前也没有，当面错过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示现啊，当年在舍卫大臣，舍卫大臣居民十万人呐、啊，这在那个时代呀、啊，十万人是大都市啊。啊，佛陀在那里讲经教学时间很长啊，我们知道他们生活每天出去托钵，所以大街小巷哪里都去过啊。啊，认识释迦牟尼佛的人啊，知道他，认识他，见过他三分之一，知道有这个人，听到名字的没见过，没遇到的也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根本就不知道，连名字都不晓得啊！就在这一个地区，语言不一样。啊，所以认真提升自己的境界比什么都重要啊，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这个重要啊。现前有没有人来学习不重要啊，有没有人得度也不重要，提升自己重要。为什么？自己成就了，你能观机了。观机什么？有徐命通啊，有他心通啊。啊，这个人生生世世，他在哪些道？啊，过去生中做些什么行业啊，有没有学过佛，学些什么法门，你一清二楚。遇到之后啊，讲经教学就契机了。啊，契机他就欢喜，就很容易接受。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自学跟化他，自学是主要的，化他是附带的。化他实在讲就是结法缘啊，结法缘要有智慧，要有慈悲啊，众生有过失不要放在心上啊！为什么呢？那是自然的，一点都不奇怪啊！放在心上，我们就堕落了，我们就错了啊！为什么呢？它染污了我们清净心啊！根本不放在心上，自然就不放在口上啊，口里面批评造业，造口业，造恶业，放在心上是意业，那就错了啊！一定要像佛看众生一样。佛怎么看众生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造作阿鼻地狱罪业，你看起来也很可爱，哎，可见他一时糊涂，他要到阿鼻地狱去一趟再回来，要用这种心去看呐、啊，啊，不可以有怨恨心啊！啊，没有一样不是表法的啊！他在我面前是他对我表法了，
我在这里受教育啊，你看他做给我看，他造作什么恶业，他下地狱受罪去了，这不是给我看的吗？这不是告诉我，我绝对不能有这个念头，不能有这个行为。他不是我的老师，感恩还来不及，来不及，怎么能报怨呢？啊，所以一定要学的是这个世界，人人是好人，在我的心目当中，事事是好事。啊，无论正面反面，善的是恶的，顺是顺境逆境。通通是好事啊，这个道理，这种修行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所以他一生圆满成佛啊，在境界里面修得了清净平等觉，这个重要啊，境界现前总是起心动念，这个是好，那个是坏，这一关突破不容易啊！啊，这是什么？分别执着吗？啊，佛法是叫我们破分别执着的，我们还在境界上搞分别执着，哪一天才能出头啊？啊，所以学了还原观。学到一个本事，一切法通通把它归零，还原了吗？那归零回归自性就没有了吗？啊，知道一切法，无论是精神，无论是物质，物质再小，现在讲一个量子，都具足圆满无因之体啊，色受想行识啊，在不在呢？不在，刹那一刹那就完了，真的像闪电一样，比闪电快多了，它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也不存在，没有一法是真正存在的。我们的心清净了，不再分别了，不再执着了，这对于我们修行有好大的帮助啊！啊，这叫真正看破了，了解一切法的真相，真相不存在。啊，科学家肯定物质不存在，这是物质是精神现象变的，他还认为精神是存在的，啊，能量是存在的，都不存在。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精神是阿赖耶的转向，全是假的。啊，真正存在、永恒存在的自信，六根接触不到，但是它无处不在啊。无时不在啊，所以我们一切总要向自性靠拢，要与性德相应，那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不但是天上人间，还有魔王外道啊，设凡，这个施是释陀梵音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它代表欲界天，凡代表四禅天。啊，下面天龙，啊，天龙八部护法神，啊，悉皆归命，依教奉行，具足弟子，这好天人师。佛是永远老师的地位出现在世间，又何论于诸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师，诸众生中啊，唯天于人能发无上大菩提心，是故
好佛为天人师啊，这又是一个意思啊。因为只有在佛这一道当中，能成菩萨，能成佛啊，容易得度啊。那最方便的法门呢，就是净土法门。遇到净土法门，真搞明白了，一心念佛，没有一个不得度的。那一往生就成佛了，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